开心了吧？嗯，真的，真的，拜拜，拜拜，晚安。拜拜。哎，小西，等我一下。不用了，我要去贺米家拿东西。今天都这么晚了，我家有点远，我有点害怕。每周三节补习课都是这个时间，你原来怎么不害怕呀？不是最近出了那个变态跟踪狂的事儿吗？不是都被抓到了吗？全世界又不只有一个跟踪狂。一起走吧。你说的啊，你要送我回家，大爷都不舒服。有什么可怕的呢？不就是冲过去吗？哪会有那么多变态呀？是不是？冲过去，冲过去，突进！可是有一个变态，还会有第二个变态啊！不对，哪会有那么巧的事情？没事，突进！啊啊！黑夜给了我双黑色的眼睛，为了什么呢？不就是为了让我看见光明吗？没事的，没事的，没事的，突进啊，突进！哎，巧啊，杨大奔，补习小组下课时间挺准时啊。啊，哎，你知道我这次英语听力为什么考那么好吗？我教你一招吧，但是你学习太好，估计也用不太上。但是我还是好想跟你分享，你听我跟你说啊，英语考试的时候啊，是最好抄的，为什么？因为啊，别人都在听的时候，你不听，你就注意着周围的人的肩膀，你看着他们听到某一个选项的时候，突然开始埋头写，答案绝对就是那一个。你怎么了，丧彪？是生气了吗？是不是因为我这次理科都考得不太好啊？我知道你帮我补习很辛苦，这不是因为水痘假期吗？我们后面净玩来着，而且因为变态的事情，我后面一直没有复习。哎呀，你放心，我以后肯定会努力的，绝对不会辜负你帮我的。不是，你智商不高，我又不是不知道，是我心情不太好。这样啊，那麻烦你送我回来了。要不我给你讲个笑话吧。你听过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的故事吗？一个馒头掰成两个，放了三天，气死了。估计是捂坏了，拿出来溜一下，气开来，扒了皮，就了一口咸菜。哦，吃了。哎呀，实在是太难吃了。太难吃了，是不是？我讲的笑话不太好笑。不不不，你比笑话更好笑。你怎么这样？笑什么呢？哎，早知道有护花使者。华表，辛苦你了，送我们家使者回来。我就知道。早点回去睡觉，再腻歪一分钟，走吧。开心了吧？嗯，真的，真的。拜拜，拜拜，晚安。
老太太，这我交租金了。奶奶，哎，让让让让，让让，走，甜的，走。哎，你们干嘛欺负老人？先说没事吧。没事没事，他没打我，你放心。小伙子，你谁啊？管什么闲事？他是我大孙子，我们今天就讲这个理儿，你别动手。你看看，这是不是花奶奶包子？啊，你就说是不是？我怎么跟你们讲不明白呢？白天是花奶奶包子铺，晚上是王记烤摊儿，你个卖早餐掺和什么？啊，走走走走走，你把嘴给我放干净点。小伙小伙，小伙，我跟你说，我是花钱租的这个地方，我就是晚上不出来摆摊儿。那我也是花钱租了，你不能当黄世仁来抢地盘吧？你可别给我扣这个帽子，黄世仁那是王老五，人家可是地主，我一个做小买卖的，你出钱我也出钱，怎么跟你讲不清楚呢？啊！哎，奶奶，你就别跟他较劲了。估计啊，这王老五背着您把这摊晚上租给人家了，你还得找王老五呀。他怎么能这样呢？我租了这块地盘，那就不分白天晚上啊。好，行了行了。哥们儿，把摊给我推走，你让我做生意。你们走，谁敢动？小伙，别打架啊！你看，周围那么多人看着呢，咱们回家吧，啊？没有道理，他无法无天。对呀，就是。别逞能，小心。吓着了吧？这刚哪儿到哪儿啊？想当初我跟你爷爷刚结婚的时候，好，您的丰功伟绩我牢记于心，但您这好端端的晚上出去卖什么包子呀？奶奶在家待着闷。行，那以后下了学早点回家，陪你看樱桃小丸子，咱晚上就别出去卖包子了，行不行？大晚上没人吃包子，我们同学下了晚自习都吃那些小吃，咱包子这么大一个，你还让不让人吃晚饭了呀？那我也得把那一半租金要回来，那不少钱呢。这事儿您就甭管了，我呢赶紧找王老谷要去。